Ouais.我别说我抖音伴侣重开，我整个他妈全重启了。好了吗？我再见，我给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没画面吗？不应该有画面吗？喂？这老游戏，我的妈！这菜单界面全正常的，全部都正常，进场动画完全不卡，流畅得很。我先进去瞧瞧，好吧，我先进去瞧瞧。有，好像好啦，重看一下那个抖音直播伴侣，好像好啦。好嘞呀，直播伴侣重新开一下好了。我的妈！我得上 YY 了，我不知道这一把还有没有希望。上 YY，什么叫为啥你还是卡？这都不卡了，我看我复屏这个监控屏都已经不卡了，不可能再卡了。你再卡就是你的问题了，兄弟，跟我没关系了。我好了，我好了，没了，还能打吗？还在打，还行，对面不厉害。就是怎么有一个。我就这样死掉啦！你经济落后太多了啊！秒你的，加速回血，完了，调拨东西装备被碾压掉了，减速弹、子弹、吸血、防弹护盾。换点人头很快就行。要买装备的，这都需要买装备的。好像打不了啊，已经这感觉要被上高地了，已经啊。Alt 可以解锁技能。I move with the speed of thought。解，确定。为什么还能解啊？我还在升，充能数。话多多的，其实更像撸啊撸。我这二号技能是干什么的？传送。死人传送。三号键是给一个 buff， 叫全自动。四号键不知道是干嘛，我操，有狙我的，不知道谁是狙我的。我操！我他妈录到别人脸上，直接被秒杀我，我受不了了！真的差这么多吗？生气盎然，园林，疾跑鞋，额外生命，点一点。我不先打打小兵了，我好像只能先打打小兵了，感觉。要刷啥钱？这被人一枪就没了，就帮一下一枪我就去了，直接去掉。就守家先清兵，刷下技能。哎，我这怎么升到二级啊？怎么点啊？哦，点一下，点一下就行，点一下就行。OK OK。那我现在点数是箱子呀、罐子啊，都是可以打的，也会爆钱。箱子就小地图上面有一个那个箭头的那个地方了。不是，就是地上随处可见的木箱子。还是金色的，哦，那些也会爆钱或者可以永久提升的 buff。好嘞，好嘞，我去看看。
哦，我看到了。哦，拿到魂魄，这个魂魄就全了。嗯。对，我们现在不能直接打团，我们要搞得猥琐一点。I'm all alone out here. 搞得猥琐。If you're looking for, 我还别去了，这里有点多。Short supply. 我去队友那，有点危险啊。还偷了个人头，还 K 了。There's that robot. 然后地图左边有那个罐子，罐子从左边运到右边的话，会给很多钱跟经验。但是运罐子的时候不能攻击。哦。在哪去买装备啊？在家买。就比啊。看着中间地图中间它有个小小图标也可以用，因为这个射箭的长度那么可怕，我感觉我马上要闯红，不能太靠前，我反正跟着队友走，没事可以去把左边的罐子。这是什么东西啊？也怪就起到商店吗？又加了个商店吗？他说让我放到圣坛，圣坛在哪里啊？右边那个绿框，左边那个方。哦，看到了。我操，这么远啊，有点危险。没喊你个操！Gotta keep my eye out for the enemy. You do know where you're supposed to take, yes? Stay together. Don't let them destroy me. You seem to be running in a curious direction. You do have a plan, yes?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th me. I'll seek out our enemies. There has to be something at the shop I can use. 我操了，这钱是真多，兄弟！回老家买装备了，升个级。可乐可以上。啊，那球我不是吃到了吗？我没吃到吗？第一次玩，前面还在调那个画质，调半天。Nice， 要是我那个球要打掉了。我只吃了一半。你只吃了一点点。还有一个，要把球打掉再加钱。可以。为什么提示我们这个附近没有商店啊？那就是没有，要在家里买或者野外商店买。一般回家，我这里还有一个老太太。Little bit of advice, don't get caught. Well, someone's looking to make a statement.Before us.
没有商店，也没有商店的话就坐绳子回家嘛。就是你上面一点点也是个商店，就是地图有个绿色的小帽子，这里也是个商店。Enemies have breached our stronghold.Kelvin. 我这把对面很菜，这有点狠，我就对的，我溜了。I see seven.小怪。啊！我才是吃老爷的侥幸啊！这货也太赖皮了，两下侥幸我枪都开不出来。我顶吧！没升级啊，没办法呀，前面在调画面呀，调了10分钟，活力元灵，充能洗加一，大伤元气，加弹药，天堂门标，爆头奖励，近战火瓶，战怪达人。七伤害，但是我你得可以捡。右上角有一个浏览橱窗，没有国人自己的配装。哦，还有教你这什么时间段出什么装。The spirit urn is waiting to be claimed.真这么狠，我来搞他，这操老妈，他妈太厚了，打不过他，实在太厚了，他残了。这个 B Freedom 干狠啊！对，最猛就是他了，背死了，往妈厚了一些。我尽力了，我没办法来，我发育太差了，没办法来。浏览出装，我来看一看，这么复杂的、啊，就一个加强技能或者加强枪械或者加强坦克，就这些。对面打龙，怎么看32K？哦，这个是就总共获得钱了，经验了，我才0-5一个，这 Freedom 16-4一个，是人啊。这个游戏要先选定一个自己比较心仪的英雄，一个不够啊，还要选三个，他不一定，你选一个他都不一定要给你。确实。这游戏有那个什么自动瞄准的英雄吗？什么东西啊？不需要，问死不需要这个枪的那种，就是些西北人、啊。
他这个更加蛮简单的呀，不是很困难的呀，还好呀。完了，我要被弄，我估计我要被弄。他们打我，我操！我一下子就没血了。对面这个弗利兹太猛了，把他先点一个爱心，先点个爱心，那就是点完爱心之后呢，然后你该选哪个呢？就下面这些都是了 ，call， l a n 哇 ，situation 了。伤害与交换卡牌，抬升至空中。这个感觉蛮有用。这把根本是烂掉了，烂的肯定是很彻底。我只能打小兵，只能小兵。我操！这货蓄力一击打我一枪629，我干他哥！我顶不住。触手可及。哇，这。Time for glory.I have enough arrows for all of you. 顶不住，顶不住了。这个 freedom 蛮猛的。I'm under attack.很狠，他们给的是真的，我操，这他妈什么技能？我都没法出门，搞得我都没法出门。我操，这他妈！子弹之不是子弹之舞1049，我总共才1000多血。这枪都塞我嘴里了，这枪，真假的没看。我的妈呀！我再来吧，这主播前面那个人，再调试画面，没办法，我太惨了。这个 freedom 有点，这个确实有一手的，绝对有一手。最后。我像一个小兵啊！我说句实话，在他面前就像一个小兵、啊。没事呀，你看对面有个0-10的。我再调个调画面，这不他这有没有教程啊？游戏入门英雄训练分路序。哎，不用完成了，再开一把先试试。那重新拉人吗？还要重新拉人啊？你刚退的。
JQS G9， 不 JQS G6。有个他说他已经卸载了，我还选第一个人啊。你也可以选那个按钮，简单然后很长。哪个？就中间那个是个黑头，就上榜对面那个黑头发的妹子。黑头发的妹子，暗影啊。对，老奶奶左边第二个，对这个。他有死神就大，有死神的大招吗？死神大招啊、哦，我知道了。那我选一下这个，再选一下这个，选几个简单的，我先上手。奇能博士，这个是谜团。两人多场嘛，因为现在你只要邀请就能直接进去玩了。一个新游戏嘛，肯定玩的人比较多的，这很正常的。正反补什么意思啊？就多台正反补、就补完兵他会掉一个球，然后你这个球两边都能打，谁打那个球就谁有钱。哦，这边就跟瓦洛兰特玩一节一样。谁还没选？谁没选谁？要选三个主播啊！我啊，是不是你没选？我没选。他至少选三个。哦 ，sorry， 抱歉抱歉。我还会选两个也行的。有点复杂，确实有点复杂。这个前面很坐牢的，还是要一点。上手蛮难上手的。门槛有点小高，我这是什么人啊？我这好像是第一个人，拿本书的。嗯。移花接蜜，吸取他们生命值，撞击敌人，撞击他们，恢复受到的伤害。If they try to step to me, they're gonna regret it.Only you are strong enough. 现在外国佬都是比较会玩，都玩的挺久。And soon you will be free of it. 上来先掏掏箱子了。看来是补兵的。他那个，就如果你是用近战用 Q 补的兵的话，是不会有那个球掉出来，跟以后的百分之一百的行。然后 Q 长按还可以蓄力，伤害也很高。瞅着是喷着我了吗？思雪，干大哥的。How may I be of service?You or me?
I'll break their bones.完了，我好像一直在扛打。控兵线眼，控兵线眼，把兵线拉到自己家呀。金山火瓶。You'll be the last one standing. 你能上吗？我上了。是，好了，这个换子弹。Turrets online. 定价位。Gotta build me some backup.完了，我技能又错了。哦，这是冲锋文呐。Let's see what this book can do。不是，你们来一个人来神户啊！我他妈一个人打两个人，有点难。Can afford new gear. Go, go, go. I'll take you all on. I'm gonna find them.这货大招这么猛的，我这旁边是谁啊？有点狠。我呀，放炮台的呀，我这。没合。I'll send them flying. I don't quit. 我操！有的没血，啊，终于来了，这什么？人一冲过来，救命啊！怎么划船？你等一下，等一下，往后撤一点，可乐。我待会有钩子勾一过来。嗯，操！ I got more where that came from. 哦，我打不了远程。这不要紧，那个暗藏暗 Q 也可以当位移用。完了，四百血直接把我狙了。嘿，你等一会儿，我会加速上线。Our orange guardian has been defeated.你们换了
我如果不打那个球，他也会到我那个。给对面补，但是对面会打。啊，就对面没人的时候，我可以不用补，也无所谓。对。这后面是这个塔有点缺。What comes up? I'll take all of you. 看这技能是吧？撼天动地，恢复部分受到伤害。I may be tough, but I don't want to take on the whole team alone.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 FPS 撸啊撸呀，就这么理解不就行了 ？Show no mercy. Our blue version has been defeated. 好烦的嘛，这个远程，你打不掉。其他路，他那个不通了。右边来了。I see red. 这不是的。This could be a trap. I didn't survive this long just to die here. 我这三号剑怎么用不了啊？你那个是被动，它会自动回血。完了，我被附高军，这不是毁天灭地吗？但是 RQ 好像伤害不高哎，没有几大技能，一个二冲，一个四腾空而起砸在地上，一个一是放盾。这游戏就是个撸啊撸，那个就那个或者 DOTA 呀，就要玩运营的。对，你装备刷的好。就他也不能猛冲的。A spirit urn is waiting to be claimed。你吓的。完了，我装备没买，闯祸。嗯。忘记了。操了一滴狠货。这两个逼太他妈恶心！Our purple guard has been defeated。那都让他跑了。人呢？变成个球啊！啊，你还变成一个球、啊？ Who among you can stop us？又快，要出装的呀！我操！进去，进去！完了，我已经冲进去了。这大招有点狠。这跟守望没什么关系。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那个拦路的，这附近有商店吗？我来瞧瞧。啊，我这里，亚荣。你在哪？后面。哦，我在这。哦，看到了。这就是。OK OK OK。我买一买。越搓越有。Have fun. Don't get dead.原理抗性，子弹抗性。哎呦妈！我来试试。我操！Spirit urn is waiting to be claimed. Coward! 这他妈这给他留了，操你个！正好换子弹了，操你个 ！I see biscuits.
就差一枪，我的召唤是在了，这差一枪是真的尴尬，我的就差一枪我。你得按近战的。啊，有近战的。近战上 ，Q 是近战。Q 啊。但是我离他有点远。Q 蓄力的话也会有一个。他这其实挺好使。还可以隔挡。其实还不错。难度挺难。我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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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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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错特错。我被两个人啊，操你哥，溜！爬！队友的爬，溜爬。操你哥！操操操操操！这我都跟他们打起来，打的不行！救命啊！救命啊！这绿巨人盯了我打，我操！还有一个小子被我反杀！喜欢追是吧？我有队友、这个哦、喜欢追。他这个是赢不了了吧？这个兵力巨人盯着我打，只能红石上书了，没办法了呀。这怎么办了？千里追杀我，然后摁追着我打。明显要补，我都明显，我都推到人家家门口了都。我这补血的被动他是怎么触发？我受到伤害就会补血啊。我看一下。他，你不用不用管，他现在就在家。哦，就恢复受到伤害，受到伤害就会恢复。那这个得点一点，多点一点，点满给他点点满。就像撼天动地，撼天动地。升级。你该玩玩新手教室。你这个英雄有点像蒙多呀，这么肉。T 啊，是个 T 啊，很硬的呀，要比前面那个好多了，硬的一塌糊涂了。欧银。老七开大了。没躲，躲在岩点后面补血。现在我的打小兵贼爽，爽一下午。你都放人家暴毙了，干什么？不行啊，不能上。我溜了，我干到一半了，我溜了。我操大哥，没这个绿巨人我打过大了，估计就差一枪，我的立马喷死他。这绿巨人又来了，这扯老的。二打一啊，没办法呀，再喷一枪估计把那个逼喷死了。刚那个主要空大了，他一下子溜上去了。坚毅之心，近战猛击，救出狂徒呀。把近身猛击直接点上，直接弄，就干，就家里有个绿狗团，那个绿巨人，那绿巨人贼烦，他绕我们后了，我马上来啊，马上。够了！
我鼠标速度太快了，没调。上上上上，我来过人，这样漏我就过了。在绿巨人是吧？我操，弄绿巨人是吧？是不是绿巨人？是不是绿巨人？弄你娘变成个方块、啊，他妈变成一个方块，我操你，操你，操你！弄来宝宝，弄来。女人呢、啊？都来绿巨人，都来。哇，这盾！上面有把狙。有啦。我来了，我妈来了。我妈来了。An ambush could be coming from anywhere.Our purple walker has been destroyed. 我想上去干了。找到勇士，找到勇士。我在哪？怎么上去啊？过来！好了。对了对了。哎，我给打了个猪手，哎呦，没抓到。No. I'll take you all on. Better be on.我怎么地下这么多人啊？要死！都是铁拳呀、啊！你怎么来了，球子？你大招好像残血开。你的那个 Q 你要用起来 Q。Q 近战吧，不是说是？啊，近战伤害很高的。脸能光管。加15弹药啊，加12弹药，这好用呀！6300，我得憋一憋。F 可以挡塔的近战攻击。F 是什么？隔挡。隔挡。如果他被你隔挡了，他会眩晕。那这个啥狂徒血？什么叫狂徒血龙？第一件回血的那个。剑意之行啊。哎，那先做吧。You know where to find me. 他们说狂徒不应该是最后吗？末路狂徒。Enemies have breached our stronghold. 这个是撸啊撸的那个装备。
效果是一样的。撸啊撸里面叫狂徒，我不用买狂徒，买了个橙色的。Maurice and crew are tearing them apart.大师傅怎么还在这里呢？往前推呀、啊！我是在推呀、啊，我前面都推到那里来。我监督你。我乱推吧这边。你在家他们家里乱上。鼠标速度还是有点快的，我稍微调低一点，鼠标速度。灵敏度0.68。这是你啊，一宝。对啊。Stand and fight. You're destroyed. 损伤还这么高啊？血高。我操！这么狠吗？拉过来就一个。I'm not afraid of you. They have no stopping us.人呢？可怕！搞点人啥啥的。压对面了，吃水晶了。出塔，出塔，有个出塔。我是不是冲到人家家里了？对，你冲到人家泉水里了。我不知道呀，我想这上面就上去跳上去嘛，他说回去嘛，我就打了。你没看人家自动回血吗？完了，这是别人家里，这他妈僵住了，这个我憋一憋，我再憋一憋这个狂徒，憋一憋，我又不知道了，兄弟，我又不知道，我给他一路猛推，我别墅了，推水晶了。等一等吧，兄弟们，等一等，总会参与一下。哎呦，哎呀，十四零。还行啊，略微有一点点上手呀，还行啊。好玩，机器人好玩，勾过来就。我操，那百事对可可，我操，16:1了，你这就上手了。二杠七嘛，绝对上手。我就前面我操，这他妈0-10，我操，被别人当小兵打，我操。前面在调那个直播的画质。为了你，我专门练了一个 Spiderman 这个游戏。我觉得我伤害挺高，我伤害就是7900吗？不是第一行啊。什么？第一行是总魂魄术呀，玩家伤害不应该是这一行吗？是，对，倒数第三行。哦，对对对，一个前排。但是你承伤低呀、啊，你说明你是打，你身法，你是气呀、啊。身法我都说出来了，这话都说出来，说身法好啊。我打的全是小兵，那他们不是关键？前面你们让我打小兵呀，让我那个呀补兵呀，让我打呀，那我就打了呀。你可以用近战补兵的，近战补兵就不会掉那个球。近战补兵卡在眼里后面，然后就卡在眼里后面。那我再用一下这个妹妹，我再用一下这个妹妹，妹妹弄的。你的右键然后提高他的优先级，给点两下右键，点两下右键什么意思啊？他最高优先嘛。完了，我这是什么？是个老黑，火男。催化剂，这下掌握了感觉。你是打手枪，我难自爆。打手枪，弄个法师流，减缓敌人移动，高速向前移动，
子弹逐渐累积，这是麦格雷啊？真假的？ I'll set fire like New York's never seen. 那我的枪在哪里啊？就是我的手指啊！对啊，手枪。对啊。真正的手枪。枪男。But it could be so much more. 我难射啊！我就这样射的啊！大门让我学的钩子啊！我他妈这手还能换子弹那个！我天！勾过来，大门砖，跳他！死了，好像有点弱、啊。会过热的一个。哎呀！哎呦，大炮声真臭！我勾他两次，两次残血你都没打。能打吗？一丝血。完了，好像对线，我好像对线对不过对面。要用技能，要用技能，亚总。